兄弟们好啊，我好像一直在大家眼里面就是那种好吃懒做啊，游手好闲、混吃等死的人，其实不是啊，我这个人呢就是憨厚嘛、老实啊、踏实肯干，怎么样？可以的。有没有找男朋友的？又会做饭是吧？又会打扫卫生。对了，把卫生给他彻彻底底的打扫一下，好让你们对我改观一下印象好吧？天天。说我呢？很干净的吧，兄弟们，整天不要说我太邋遢了，怎么样的？那地板都扫得会反光了，还拖过了，奥利给啊！地扫干净了，然后咱们去拿下菜吧。昨天买的啊，买了几个西红柿，几个茄子，然后一点点荔枝，然后再去菜市场去买点那个面条，搞个西红柿面条吃上一次吧，兄弟们，感受不出来走。垃圾也给他带出去扔了吧。拿一坨就行了，拿一坨。啊，好的。到家了呀，兄弟们，你看看这个荔枝啊，上次3块钱买了4个还是5个，这次5块钱，5块2还是5块5来着，买了2、4、6、8个还是7个，嗯，等一下煮面条吃啊。这里面条应该是我吃吧，切一下吧。煮个面条是吧？再搞个几个西红柿吧，2个。搞个西红柿、茄子、番茄面，我给它打开了，搞点油在里头。好的，再搞2个鸡蛋啊！啊，现在有这个实力了，高低要搞定。兄弟们该说不说的，高调给你表演个才艺啊，看好了。好像分数必须有4条，这个报价来一点啊，兄弟，进来一点，好友来一点啊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兄弟，给他凑合。
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在搞里头。来来，大哥们先吃，来，大哥们先吃。好热啊！你看那个汗，还没开始吃呢。该说不说，味道蛮不错的。打个十分的话，我能给个4.7分吧。贵的。